是唐湘龙，我是陈凤馨，欢迎收看《震惊龙凤配》。马凯硕，他是非常知名，在国际上面非常知名的新加坡学者，他也是新加坡前驻联合国的大使，他也曾经担任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主席哦，因为那时候那一年刚好是新加坡是轮值国。那他现在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创院院长。因为马凯硕他所有的外交经历全部都是在李光耀担任总理的期间，没错，因此被认为他最能够传递李光耀的整个的外交思维、世界观、世界观、李光耀的世界观。有一段期间，其实他跟李显龙的世界观不太一样。然后，可是现在看起来是李显龙改变了，然后跟马凯硕越来越靠近。马凯硕昨天在台湾有一场演讲，那很多人当然就问到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啦、等等的。那我们提到的，他提到了也是那个底层上面的这种彼此之间的对抗。可是呢，他特别提醒台湾的部分，他说。台湾不应该推动台独，不要逼迫国际社会做出选择，他说如果台湾要用台独来逼国际社会做出选择的话，国际社会极有可能向中国大陆靠拢，这就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因为现在地缘政治的现实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西太平洋没有航母，而中俄有军演，菲律宾代表团突然之间跑到北京，然后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这一些都是属于地缘政治现实正在发生的事情。好，当这里面主要是在属于军事外交政治层面，它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石。新加坡1965年立国，1968年呢东盟呢出现。新加坡是在东盟十国里面，你可以讲它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一国。那当然，那尤其它的华裔的比例呢很高，它的华裔的比例70%几。那因此，新加坡剩下的10%几呢是印度裔的，所以它对于这种的东西的力量，它过去又是英国的殖民地，它把英语呢当作是它第一语言，它不是把国语当第一语言，它不是第二外国语，它第一语言呢母语呢是英语，所以他们对于接收呢西方的讯息以及跟西方的交流的互动，即使西方人说呢新加坡的英语是这个 Chinglish。是 Singlish， 就开玩笑，就是他们的英语跟我们的腔调呢不太一样，可是基本上面就是他跟西方世界的这些呢 连通性那个呢精准度跟敏锐度呢还是要比我们高很多。新加坡马凯硕所代表的，他是李光耀那种的建立呢新加坡的宏观战略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即使走到今天黄群，你看黄群才一上台之后的起手式仍然是李光耀的框架，没有人去挑战李光耀，因为知道那个是呢新加坡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新加坡以弹丸之地今天能够代表东盟十国成为东盟发言人关键性的因素。你光看这两天的时间，教宗呢到新加坡，大家都还在关注这件事呢，因为新闻太多了被盖住，留一下教宗到新加坡呢在干啥。好，但是马凯硕呢连续两年呢参加呢这个就地缘政治的高峰会的论坛，他在这次谈的，我们还是从马凯硕的文本他的讲话的内容去解读马凯硕的意思。第一个潜台词就是全世界谁看不出来赖清德在搞台独呢？这是第一个。如果现在台湾没有强烈的要推动台独的倾向，我认为马凯硕就不会这样讲。马凯硕这样讲就是说，我昨天碰到一个外国学者，他也非常担心，他很担心，明明北京不想动手，可是赖清德会逼他要动手。对，北京是不想动手的，看得出来。我说今天两岸和平的基石是习近平，习近平的那个近平两个字，我想总是有些含义吧。但是今天台湾的这样一个走向，会让包括马凯硕这样的学者认为，今天两岸如果继续的会朝着有战争风险走，台独是关键。他们看得出来，你赖清德呢在积极的呢在往台独的路上，认为北京不想动手，认为现在呢世界乱成一锅粥，认为中美对抗的格局下面，台湾呢是美国手上最重要的一张牌，所以呢在这时候推动台独本身，中美的对抗呢会远大于两岸之间的对抗的敏感性，让中美。
让中美关系呢去保护台湾在推动团的推动台独过程当中的风险。马凯硕无非就在讲这件事情，但是马凯硕在告诉你第二个，就是你这样的解读是不对的。当你推台独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即使是全球西方都会向中靠拢，他们不会为你台湾去冒险。马凯硕在讲这件事情，你台独走得急，亲中呢的这个路呢就会走得更急。所以国际社会，对，以现在的他讲的还不只是全球南方，他认为国际社会都会一样。那全球南方不用讲，俄罗斯现在都已经每次都公开讲，俄罗斯讲到亚洲呢，一定会把台湾呢拖出来练一顿，强调呢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当全球的南方的一中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要逼着就全球西方表态，走台独路线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马凯硕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善意的，但是他的潜台词就是你在搞台独，谁看不出来？不要忘了，格莱伊在前几个月的时候，他也曾经讲过类似的话。对，就美国应该要警告赖清德，他没有空白支票。如果他采取的行动让国际社会解读破坏现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是不会支持赖清德的。是，格莱伊是公开讲，他是写文章公开讲，就你们该废台独党纲，把台独党纲废了，两岸之间呢就稳了，那美国就不尴尬了。可是他不可能嘛，你看到赖清德的最近的所有的作为，他是在台独的路上在冒险，而不是退却。好，所以呢，这里面当你看到他军事上面的退却，也可以说明了，就是台湾这种冒进啊，其实是最危险的。我引用一下柯伯吉讲的一句话，他说台湾在国防经费远远不足的情况之下，还不断的戳北京的眼睛。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了，你的国防预算只有大陆的1/16。那你怎么样增加也没有用啊，你增加到10%你也不够啊。当然不可能。对。